看得出来呀、嗨 ，Hello，Hello，Hello，晚上好。我是不是好久没有聊了？也不是好久吧。二零那天值了一次，两天没值而已。是啊，终于又完成了一件大事儿。终于完成了一件大事，心落了一下，落了个大石头。嗨嗨，是啊，两天啊，就时间过得又慢又快的，就是慢是感觉就是很充实，快又是觉得一瞬间就结束了。嗨嗨，晚上好。对，之前有听说有一个会有另外一个巡演，但是也不确定会不会改时间或改地点，因为88子老是会变时间。睡了2天，天呐，一定很幸福。晚上好。不，这两天其实蛮轻松的，因为就只有一首 unit，然后再加5首大歌。就是排练的时候，就是有比较，就是因为要几个小时排5首歌，三四五首，反正就是挺就是排的话会比较枯燥，但还是排下来了。什么？什么 T？无语了，谁会搞一个英文字母 T 在这里啊？无语了，我再怎么也搞个 H 啊什么的，我怎么会搞个 T 呀、这个字母和我还是就是感觉没有想到，就是联系性不是很强。H 不就是红吗？H 怎么了？H 怎么了 ？H 是红啊，你们想啥呢？啊？请问我的名字缩写叫什么？HJW。你们是，所以我天生就是很奇怪的一个人，是吗？怎么了？这个和0.5有啥关系？这个和这个数字有啥关系？这和0.5有啥关系啊？咋么了？我说 H 和0.5，H 原来是0.5的意思吗？不是吧，你们不是吧？有关系吗？H 为什么是0.5啊？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H 会是0.5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啊？为什么？难道是因为？不是啊，也不是因为我笨。TPH 又是什么？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发誓，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东西，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是 HJW，我真的不知道，原来是这个意思啊！哦，我现在知道了，天呐，我真的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觉得我会知道 H 是0.5的意思？我以为你们知道，不是。我以为就是因为上次开玩笑说我是我说我就说0.5这个词是我自己，然后我以为你们就说啊，然后所以 H 因为我的名字叫 H，所以 H 就是0.5，我觉得这层意思呢，原来你看吧，也有人不知道，很正常。谢谢巧克力，很正常吧，很正常，对不对？现懂了懂了，以后不随便说这个词了字了。啊不，这个单词了啊不，这个字母了，以后不随便说了。嗨，谢谢巧克力。
是吧？还有粉丝不知道的吗？那不要问了，他们这些东西不是我们该知道的，我们小朋友不用知道这个东西，我们小朋友知道 A B C D E F G 26个字母，嗯，就好了，你不要单独知道每个哪个，嗯，对，嗯，很正常，很正常，哦，对，下一个人行。下一个说啥了？我都被你们灌输这个知识，有点冲到了。吃了，我点了那家小龙虾吃，好好吃哦！我手现在被辣的好痛，就是因为我刮到手，你看这里一条红红的那个血，就是吃龙虾的时候，小龙虾的时候给刮到的。每次吃小那个，这里也是，哎。看到没有，这里也有血，这里有一条杠。天，每次吃小龙虾我都会身负重伤，但是依旧乐此不疲。然后这里还刮破了一个皮，也不知道是不是。就哎，现在手辣辣的。啊，没有，不是，我觉得不辣，我觉得不辣，我不在，不是，我觉得不辣，因为每次吃小龙虾，它那个手套其实。戴了跟没戴没啥区别，就是你用到后面了，你就发现那个它那个酱汁就流到了那个手套里面，然后那个手套不知道哪里破掉了，然后你最后你还是觉得很碍事，因为就是很碍事啊，就是会觉得吃不带劲，我就会把它整个脱下来，又徒手去扒那个龙虾，哎，懒得带那么多，反正都是那个。因为我上次我记得我之前我去上海，我特别喜欢吃小龙虾那一会儿，我记得我刚做好了，就是那段时间我很喜欢做指甲，然后我就做了一个很好看的指甲，结果好家伙吃那个龙虾，把我指甲给吃崩了，就是给磕坏了的吧，就是把那个指甲就是好好的给磕掉了，然后我就，哎，就怎么说，真的吃小龙虾很费指甲，又费手，太麻烦了，嗯。真的每次都是，但是它就是很好吃啊，就是很好吃啊，就是很好吃啊，但是我不知道，但是哎呀，就真的很好吃，反正推荐大家下次有机会可以吃，嗯，谢谢你们放，嗯，是吗？哪有？你要是想吃的话，你可以点，有专门吃龙虾店的都挺多的，对，我是今天在剧场 MC 之前点了。就是预定时间点到酒店，然后回来就可以吃到了。谢谢元宝，嗯，啊，不是，也不是啦，嗯，啊，什么？水亮亮亮亮亮女亮亮蒸虾，对，亮亮蒸虾还挺好吃的，真的挺好吃的。我那天去吃了那个蒸虾，就是，就清蒸的那种虾，然后它是。蘸酱料的那一种，就是它的酱料，就是全，就是虾本身没什么味道嘛，因为是清蒸的，所以要得蘸那个酱料才有味道，但也挺好吃的，因为它的那个肉非常鲜又肥，然后味道又很鲜美，就是很特别。因为我以前吃的那些小龙虾都是很小一个，然后肉也很少一点，嗯，就是有时候还吃不带味的那种。然后这次我们又点了另外一种，就是点了一个。点了一个啥？点了一个酱什么的吗？忘记了，反正点了另外一个，然后挺真的超好吃。对，油焖大虾，对，油焖大虾，哇，好好吃！就它的味道和那个十三香那个龙虾差不多，嗯，十三香那个龙虾差不多，嗯，真的很好吃，嗯，凉面那个也挺好吃的，但是因为凉面。凉面太凉了，凉面真的好凉，真的好凉，嗯，真的很凉，太凉了。反正有大家有机会来也可以试一下武汉的小龙虾，我一开始以为是上海小龙虾是特色，但现在看来好像又不是不这么是，感觉是那个，嗯，感觉这边的这个龙虾才比较好吃，嗯。面都不怎么能放，放太久都很容易坨掉，无论是干掉呢，或者是啊，反正都是干掉。嗯，啊，上海有亮亮蒸虾吗？真的吗？
知道了，那我去上海也可以吃到，那我就不眷恋了。我本来想说，因为我刚吃完那个油焖大虾，然后我就说我还想再吃蒜蓉虾，蒜蓉大虾，哎，想想算了，那上海也有，我下次上海我这我明天我去上海就点来吃，嘿，嘿嘿，酷，啊。那也哦，说不定那边没有卖，没有那个外卖呢。再说吧，谢谢巧克力。嗯。啊？哦，是的，这边外卖也是可以好搞很久。嗯。我明天不飞回广州，明天我飞上海，是不是很神奇？一般有外卖，但是也不一定会，就是距离太远也是买点不到的呀。嗯，那些奶茶，什么工作？什么工作？就是有工作呀。嗯，就是有其他的工作。我没跟你们说过吗？我说过了吧？我跟你们讲说，我没说过吗？我跟我说过了呀。嗯。不是，嗯，不是，没说过吗？我印象中怎么跟你们说过？嗯，对，也不是信，哎，别，大家不要乱传，不传谣，不信谣，不造谣，就是其他工作，嗯，会在上海忙一段时间，然后。决半决赛也在，都在的，都在的，嗯，丢丢，哦，太好笑！我妈今天又给丢丢洗澡了，然后我妹又给我拍，她那个照片真的太丑了，丑爆了。她好像是流浪猫，好像是我妈从外面刚捡回来的猫，太丑了，我今天有吃过，我是因为我还没吃饱。嗯。晚上好。对。也目前，嗯，这个不然后能我刚说，吃小龙虾，我们点了小龙虾，大家就当不知道吧。明天我相当于明天我去上海玩，好，这是我好吗？发给组里的那个。不算营业我打算回去，等我忙完这段时间，然后再看看我的6月的工作安排，我再确定要不要带他回来。因为我本来预计是生日公演结束后就带他回来的，你们千万不要去搜头条，但发现啊，好像又之后就没想到有其他的工作安排，然后就拖到了现在都还没带他过来，嗯，声音呢是因为我放在对，6月可能要再巡一次，但是是这么说啦，但是因为没到那个时间也没公布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不要太确定这个时间，嗯嗯。会吗？对呀、啊，然后从，反正来，最就这这段时间都挺进忙来。的，非常忙。嗯，一般果我然，不出现都是证明我在我忙，把好吧？它放在了那个里面，那我换一个，嗯，换一个地方。会的，会的。平圈太大，我刚刚正好放平圈里。那不得没有行，电视我不还行，是会。我应该如果有空的话，我还是会我到时多候找大家聊天的，嗯，那我今天太饿了，会找大家多聊天的。现在不带了，你有什么 Don't 事？worry，我会在的。我不是说不在，我可不能让你们把我忘记。天呐，你们期待很高哎，不能忘记我。怎么办呢？那就举着。很大吗？大啊，先放桌子上，就这样吧，这个角度，谢谢夜店，就是说没那么那个了，没那么高，多少家？多少嗯哼，钱一夜？我13号的公演在，我13号的公演是在的，因为目前看13号的公演是在的，吃的也嗯，好，吃的也好，谢谢小新，一样，嗯，你看又这不是都见不到乌还有鱼这个。了，还是在的，好吧？哦，13号，目啊，前，还有就是，哦，对，还可少能一个，如果
如果那个什么的话，也可能其他时间会在。等，嗯。目前知道的是这样子的。嗯。如果有其他在的时间，我会跟大家再说。就是要拍照了。微博还没发呢。明天发吧，就今天晚上就不发了。而且虽然我不在中泰的舞台，但是我也会在其他的舞台跟大家见的，不是吗？就是感觉虽然我每次都是有大半月每个月都有大半月的时间不在中泰，但是我是在其他的舞台上跟大家见的，也我一开始就觉得好久没在中泰了，但是又想说其实我也是在其他的舞台上跟大家见面，也就觉得挺不错的，嗯。对吧，就是像上海的拍档啊，然后成都啊武汉啊什么的都挺不错的呀，嗯，好吗，这个伴奏挺好当然口袋是我家，我怎么不回家呢，有一群人等着我回家呢哦，好油腻，中品多有设计感，时尚有品设计感对，我们很快就那个，不是26号就要出那个什么，那个音源了嘛？哎，上海不是那个，不是 MV。二十三的头像真的很好，谢谢花儿，你们是串通好。晚上好。谢谢 OGIE 的全场。嗯。好笑。妹妹，今天很好，昨天啦。虽然晚上送夜蝶有点奇怪，但是谢谢。谢谢滴滴，拧不动牛奶盖、这个，你拧不动没事，我来拧，笑死。动牛奶，对。太好笑了，我们今天不是那个正负嘛，结果嘞，好家伙，没想到我们翻车翻在了没有把那个棒棒糖给打开，我们本来想说把棒棒糖给打开，然后碰一碰糖，没想到呢，好家伙，没打开。夏天一边是真的，我们不是我四九，不是我一下子就扒开了，是不是我不会死？你就说我今天不正常，瘦，救命，不行，我知道今天 PK 赢了。是。我瘦怎么了？我怎么了？我瘦我在干嘛？我不知道我在干嘛。不得行，不得行，不得行。我在干嘛？你们怎么就看到了？你们都在现场吗？啊？你们怎么就看到了？都是看你们假象，你们是看到的假象，假象，假象，不是真的。不是真的，全都不是真的，都是，都是我，都是灯光问题，嗯。太牛了！咱还要。想到我视频谁不？视频也会骗人的，视频可以 P 的，谁说视频不会骗人的啊？可以 P 的。可以 P 的。现在什么东西不能 P？ 万物皆可 P。嗯，什么传开什么，又传开什么？我就问怎么这么多厕所？然后今天墨守会有粉丝说你是个厕所偶像，我说啊，因为我经常不是经常喜欢吃辣嘛，吃完辣我就很想就会跑厕所去嘛，说你是个厕所偶像，我说嗯，我竟然是个很神奇的、很奇怪的人，我就厕所偶像，所以这又在厕所啥，笑死，嗯。不是啊，但是我就是因为吃了，但是我就变瘦了呀。可惜你们怎么吃都不像我那么瘦，嗯，有啥用呢？比我能吃又咋了？能吃辣又咋了？还没有那么瘦，哎，不要那个啥哈。对，我真的是，我今天吃了晚饭，我肚子又难受了，我在大米席上疯狂的揉我肚子。好难受，但是因为真的太饿了，我不是今天发了一个图片嘛，
发了一个图片，那个我吃完了嘛，真的特好吃，也不是，可能是因为我太饿了，反正我吃的真的非常干净。我吃完之后我肚子就开始难受了。我吃的是那个石锅拌饭，因为我们这次巡演很特别，我们这次休息的后台不在后台，我们休息的房间是在一家卖韩料理的。就是韩国料理的一家店的那个什么一个房间里面，对，就在那个你在一个饭店里面休息，进行后台就是舞台准备的，就在那个地方。是我们晚饭吃的都是姐姐统一点的石锅拌饭，我平时不怎么吃这个东西的，因为我觉得。石锅拌饭就全是饭嘛，全是米粒嘛，就是就觉得没什么味道，不也不是什么味道，就是没什么意思，就光吃饭嘛，没什么意思。然后就从来没有点过，结果那经过这两天吃的特别快乐，真的吃的干干净净，我真的特别饿。觉得特别可爱。嗯。真的很好吃。下次可能也会吃吧，但是我因为吃米饭真的太容易变胖了，米饭是变胖的源泉。所以平时吃的米饭都很少，嗯。这两天其实在武汉。是，但是看情况了。比如说我吃火锅就一定要吃米饭，或者是一般来说，出去吃东西都会点一碗米饭，因为出去吃东西是为了吃饱嘛，我就会点一碗米饭吃。嗯，我太太说不就是因为辣的嘛，辣的我吃不下去。我这几天真的吃的最饱的就是。就是今天吃的石锅拌饭了，是我吃的最干净的一个，就一份餐，对，一份餐，嗯。因为像我最近都会吃到，出去也是吃到辣的，然后那天来武汉也是点的辣的，然后什么，要不就没怎么吃东西，反正要吃就都是吃辣的，嗯。我也想好好吃东西啊，蟹脚热干面，我本来是想说尝试一下，但是我一想到蟹脚，我怕我过敏，我就不敢点。对，因为有个蟹子，蟹脚热干面就可能，因为我对蟹过敏嘛，所以我也不敢太多尝试。嗯。现在呢？可以了吗？对。因为主要是回去还要忙别的事情，是，已经这次吃那个小龙虾也备了一点牛奶喝，就是今天这个握手会剩下的，没有，今天握手会玩的聊的贼开心，完全忘记发东西，我每次握手会，就是会有粉丝精心准备一些手幅，或者是拿一些零食过来给我发给其他粉丝嘛，但是我每次都忘记，因为我每次聊完很开心之后，我就忘记了就是周边有什么东西。每次有时候粉丝问，这些东西能拿吗？我说可以拿呀，可以拿呀，可以。我才会说啊，才会记起来这东西是要我来发的。就每次就是比如说吃的东西，如果大家想来拿点吃的，也可以直接问我拿就好了，就别以为是我不给大家拿，是因为我忘记，是我真的不记得有这回事。嗯，没有啊，我可以吃、啊。对，自助，其他来洪金文这儿聊天畅所欲言的同时也自助，好吧，随意。如果有吃的，其实我晚上如果有吃的，大家都可以，嗯，自己想吃啥都可以，就是先说一声，对吧？嗯，就忘记了，对。有时候遇到也是，有些粉丝比较真的就不想来吃东西的，就不会给。但是想吃的就真的没关系，好吗？让自家人自己想吃啥拿啥，不要客气。嗯。这个就是我跟你说，说到辣条就说来话长了嘛。对，自取。以后给我一个，不是搞一个头盔，上面有写个零食自取。勿Q 零食自取。一包很大，我真的很需要，我感觉我真的很需要一些注视的东西，就注明在旁边的东西，比如说什么二维码，什么是应援群二维码放在旁边，或者是什么什么零食自取的之类的牌子，不知道是谁，
因为每次我都会忘记去，但是我不是故意不发的，也不是故意不问你们是不是，我真的会忘记。就真的，我一聊起来，我就会聊嗨，我就会忘记这些事情。嗯。糟糕。对，可以。被别人拿走了。我说我不能，笑死。我说那个一定要吃，那个是我专门拿出来的。啊，有很手幅都被就是现场的粉丝都带回去了。嗯，他雇一个人替我发，你们就不能在队列里面帮我发吗？因为我老是会忘记，你们在队列里面帮我发一下。但是，嗯，干得好是吧？啊，发完了啊，发完了，是不是因为今天？那个巡演现场啊啊啊啊，发完了，辛苦了，酷，辛苦了，棒。世界上有严厉的妈妈，有非常好的妈妈，但是她也有慈祥的妈妈，真不错，辛苦了。有那个 ，Good job。对，辛苦了。后来吃了，好，今天不知道今天有个粉丝，有个荔枝独为粉丝送了一个荔，送了一盒荔枝给我。你是在看不起我们龙眼吗？是吗？没事。你是在现场对我挑衅是吧？啊！无语，你知道我一开始收到那个什么，我收到是好的，谢谢。结果一定眼一看，荔枝，你是不是在意味着什么？啊，是挺好吃的，但是没有龙眼好吃，好吗？没有龙眼好吃。虽然真的挺甜的，我一拿回去我就问，我就给后边的姐姐、staff 姐姐还有成员都发了，他们都我也吃了一个，觉得真的特别好吃，但是怎么好吃都没有龙眼好吃，好吗？对，全世界不是全红军的粉丝就我一个龙眼独为吧，我永远坚定，荔枝是才是最好吃。最好吃的，这是畸形的爱，溺爱不可取。怎么了？没有，不可能，不管，请你们下次不要送荔枝给我，好吗？如果你们再送荔枝给我，我就觉得你们在当面，这叫 KY 吗？这不叫 KY 吧，叫 YK 吧。好奇怪啊。不准，你们要是再送，我让你们当场吃完再走。对啊，我知道，我就故意说他是。必须送龙眼，不准送荔枝。你们就相当于，不好举这个例子，你们心知肚明就好了。嗯。你怎么就不带一个其他的啊？明天。嗯，我觉得粉丝太懂事了，太懂事了，当着我面把荔枝吃了，以表示对龙眼的尊重。你们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红军粉丝。嗯，对，是吧？以表示对荔枝的。细粉不是，以表示荔枝是比龙眼更好吃的存在。龙眼不用沾盐，龙眼就直接打开吃就好了。嗯，谢谢巧克力。嗯，是。但是呢，这一次武汉巡演，我希望的是啊，什么咱都不是。无论龙眼还是荔枝都要剥着吃的呀。它能就是。这是什么逻辑？嗯。我跟你说。我又变好看了吗？真的吗？我跟你说。真的吗？好像就是。我不是因为瘦了应该不好看吗？其实我有看到那边的工作人员就是去搭那个台子，就是把你们就是。真的吗？座位下面还搭台子，好像。我觉得这有点，好像是，长一般般吧。我不知道是我看错了还是什么，我以为是，哦，我说天哪，这舞台这么高，那大家怎么看我们？岂不是坐在前面的这完全基本上就看不见的。我目前我现在的直播没有让我自己 get 到我有多好看，不好意思。后来
我就以为他是给你们搭了一个台子，真的垫高。我觉得我现在很普通，哎，我怎么特别普通？第二天看没有搭，对吧？真的还行，嗯，不知道，真的很普通啊。有啥优点吗？晚上去彩排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在那个有眼睛、有鼻子，嗯，什么都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啊，对吧？就很普通啊。形容不出来。没啥那个。好多。我觉得今天长得一般了，今天没有特别好看了。嗯。对啊。嗯。对，挺普通的。我还觉得我耳朵特别可爱。直到最后。是吧？在最后你没有看我今天的微博吗？我觉得我有个很可爱的耳朵，很可爱的耳朵。哎呀，不用黏糊。对啊，看。他不爱什么，反正也不知道我今天有没有看中。谢谢的成长。又黏红了都。看。嗯。我们明天就能见面了。还挺可爱的，对吧？明天。哦，不对。广州的朋友还是广州剧场的朋友能见。是吗？我觉得我耳朵挺大的，就那种大而精致的小耳朵。嗯，没有，是我刚刚摸耳朵的时候摸红了，好吧？我许了。嗯。没有化妆。是吗？银元棒，谢谢银元。有的卸妆给你看不是？才怪。会啊，我会动耳朵啊。嗯，我也觉得，说我卸不卸，我就不卸，就不卸，不卸，不卸，不卸。哎呦，都麻了，都麻了都。做的。对，就长这样。哼，什么素面朝天妆都不会化。哦，不是更见黑。我觉得那个。疫苗已经来不及了。没有，因为我不怎么喜欢露耳朵，是因为我两边脸长得不对称，所以我很少露耳朵。因为这边比较宽一点，这边这边比较瘦一点，所以我一般不怎么露。这个期间，所以我就想把我的脸吃肥一点，这样就可以，就是不会那么显得我的这里特别凸，不是，就这边特别高，就是颧骨这边特别高。嗯，好。嗯。可以打那就好。可是大家对称，就是上镜很好看嘛，不都这样子吗？就是人都很喜欢对称的东西，就是协调性很高的东西。嗯。是吗？我喜欢这样哦。一般般。不完全不对称，是因为平时跟平时日常习惯，还有就和就睡觉，比如说你经常。这样子就换一边睡，就是还有嚼东西的习惯有很大的关系，说实话，对，所以没有完全对称的脸的存在，但是也有了，嗯，像我现在吃东西都是用这边，但是这边都没怎么，还是没有胖，还是没有鼓起来，我现在一都用这边吃东西，这个是孤独与诗，但感觉这边还是。没记得过比较那个比较古古一点是了快睡吧都十二点半十点半还早凭这个点我们才刚工作结束早快点睡吧困就快点睡吧明天不是要上班吗对明天不是要上班吗左右眼为什么左右我也是，我这边眼睛比这边，哎，我这边眼睛双眼皮比较厚一点，这边比较正常一点。我也是，其实我两边眼睛也是不一样的。这是什么？哦，说一下，喝点东西，那很正常，你们看不着很正常，但是我只有本人自己知道呀，嗯，只有本人自己比较清楚。化妆就是为了能够让人看不出这样的缺陷吧。不是。嗯。QQ 音乐，哦不，QQ 唱吧，哎 ，QQ 唱吧是什么东西？很正常，很正常。K girl。很正常，大家看不出来。
你们能看出来啥呢？你们只能看出来我要长在你们审美点上吧。读语诗啊，对吧？哦，对吗？嗯，不是不是不是，我还不是任何的字母，绝对不是。孤独与诗，他让我重新读。嗯。因为我换手机了，好在我带了两部手机，不然实在是看不了了。哦，他爱笑的眼睛啊。再聊一会儿，我就快了。那是，好看是好看了，嗯，但也没有惊为天人了。什么时候能惊为天人呢？惊为天人又该长什么样子呢？好神你抢。真说。干什么？嗯。一会儿就去洗漱了，明天要那个什么。要求说求，这样就可以说了呀，不然怎么说？这样子，然后再动一下就上来了。这个很神奇的问题。嗯。一二三，就是你一二三就自己回来了呀，就自己回来了呀。给他一个什么，一个动，一个什么，哎，一个预备收的一个动作之后，他自己就回来了。嗯。啊，嗯。最近有谁会好好休息的吧？嗯，你要开始忙新的东西了。嗯，不是还要下一季还有那个半决赛吗？主要是这半决赛我这一个星期都不在，我就无法和我的拍档就排练，你知道吗？就嗯。除了唱歌节目之外，如果有唱歌节目的话，我比较方便；如果没有唱歌节目，如果是舞蹈的话，其实蛮难去搞的。嗯，巨棒，巨棒，巨各位棒。对，我们溜溜球没有啊，我们溜溜球就是，我们溜溜球的特点只有它有，就是它玩的时候它会有光，但是因为现在可能我也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光，因为我用久了嘛，可能就没光了，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啦。嗯。我也不知道忘记了，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们还没有确定表演歌曲呢，也没有时间排。嗯，我以前真的很喜欢玩溜溜球，就是因为看到火力少年王，然后我们还听说我们有个老师，我们老师的什么的对象还是曾经参演过火力少年王的，还特别那个，嗯，而我却没有印象，因为可能记不起来了，因为小时候才看的东西，嗯，谢谢元宝。不知道，也没有了。我跟你说，我以前就用我自己零花钱去买了一个紫色溜溜球，因为就是那个女孩子特别好看嘛，就是火力少年王应该是一吧还是什么，就有个女孩特别好看，然后她的溜溜球是紫色的，然后我就自己去用我自己零花钱去买了，去小卖部，学校小卖部买了一个，好像那时候二三十块钱还是四十块钱忘记了，特别贵，那时候几十块钱都是特别特别贵了。然后回来之后，好家伙，我就锁在，我就反锁房间，我一个人在房间里练，砸的我手特别痛，特别特别无痛，因为它是就是看电视特别溜，它是一甩下去，
一甩下去它就会一直在这转，就在转就不回收那种嘛。但是我好像我一甩它就回来，一甩就回来，然后力又是相互作用的嘛，我用多大力甩出去它又多大力弹回来，我弹的我手特别痛，特别无力痛，那时候气得我砸了好几次。我小时候真的一点耐心都没有，就是属于那种什么玩意儿，就是我小时候真的没耐心，就是很经常喜欢摔摔东西，就喜欢摔溜溜球，然后也摔过手机，小时候特别小时候真的我心情不好就愿意摔东西，长大后我就不摔了，因为我觉得摔了最后还是我自己花钱去买，何必呢，长大了就变聪明了。对，反正然后我也是因为买了那个溜溜球被我爸打了一顿，你们应该没想到我爸打我屁股，我记得特别，所以我那件事情特别特别清楚，然后躲我妈后面。对，因为我爸不是因为我砸东西打了我，他是因为我买了溜溜球打了我，虽然我也想不清为什么要打我，我觉得小孩子买自己喜欢的东西我觉得很正常。反正我就记得很清楚，我现在就是没啥记得清楚，就这个记得最清楚。有啥呀，我怎么了，我就买个玩具而已，我有啥好打我的，因为贵嘛。可是小孩子哪知道有些东西该不该买呢，对不对，小孩子就觉得喜欢然后就买了嘛，小孩子哪知道有些东西该不该买值不值得买嘛，就是每次都会有喜欢要玩的东西啊，虽然不是每个都会能够有拥有，但拥有就很快乐啊。所以我觉得没啥好打的，就像我妹要是喜欢买什么东西我也会给她买啊，我觉得小时候就应该多为什么韩月找我，所以我就是长大就想说以后我想买什么自己买，结果长大发现我并没有什么太多想买的东西，所以呢这让我又更加觉得我妹要想买什么就给她买。我觉得我蛮省钱的，我超省钱，我省钱到觉得让别人觉得我没钱。我只是以前吧，以前其实我因为其实我零花钱真的不是特别多，我也是那种压岁钱是被我妈拿被家长拿走，然后再也没有回到我这的一个小孩子。所以我其实小时候零花钱并不多，啊，还要喂我吃东西？为什么要喂我吃东西啊？对，谢谢。就是我刚刚看到有发消息，但是我没有看到他们谈了什么东西。没有，我小时候没有，也没有攒钱的习惯。因为我根本就没钱怎么攒，反正我小时候就是虽然没钱但是也很快乐了，就这样快乐的成长到了现在。这么老的歌，我不是唱了好久，最近没有更新歌。什么？不是什么东西，他是在大冒险吗？好听啊 ，KTV 必点之歌。拿起麦就能唱。对，有玩过石头，就是拿五个石头，就在那里玩丢石头，也很开心。我家女犯看上了他家男犯，哈？文，哪一个？怎么了？我粉丝单身这么多，你说哪一个呢？我单身粉丝这么多，说哪一个呢？
我不想蹲了。没堵麦啊。哈把这个灯关了。这个灯还行吧，随便看看，反正一会儿就关了。对啊，是谁呀、啊，爱情来了还不出来啊，活该单身，活该继续单身好吗？是谁呀、啊、是谁呀、啊、或者让那个男犯过来。是谁啊？对啊，是你吗？突然进来了一个粉丝，是你吗？晚上好。我咋找他问呢？我咋找他问呢？他在，我可以跟他连麦呀、啊。他有连麦吗？他没有连麦，我本来想跟他连麦来着。连麦多快乐了，对了，连麦更快乐。那他怎么就下了？啊，刚刚才来啊，不好意思。没有啊，我没关连麦，我已经很久没关连麦了。我看到了闹闹。知道的好多呀。啊，是吗？啊，是他家男犯看上了我家女犯，还是他我家女犯看上他哪家男犯？我家女犯，我家女犯有那么主动的吗？出来认识一下。不一样，先主动那个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跟你说，其实主动的那个人其实很影响接下来的故事发生的，所以嘞，这个要知道也很重要。嗯，我希望，如果是，我觉得男方主动点比较好。哦，漂亮哦，我知道了，我知道是谁了，她现在不在这，那个女犯应该不在这，那个漂亮女犯不在这，那我知道了。今天我有听有个女犯过来跟我讲说，她看到了一个特别就特别高，就是有个高高的男生，就他昨天看就是第一场巡演的时候，他正好坐，那个男生正好坐在他前面，然后他们俩在排队的时候还相互多看了几眼，然后今天呢他又在场馆看到了他，他就向他拿联系方式，因为他看那个男生就是他们两个对上眼的时候就觉得那个男生其实也是想认识他的感觉嘛，然后就没想到但男生一直都不主动，然后他就主动出击了。对，然后可能应该是这个吧。然后我说我的天哪，这么主动，因为我就问他为什么这么主动，他说就是因为男生不怎么主动，就是，然后他就主动出击了。嘿嘿，已经在批评，为什么要批评他？对啊，你那样就大型，真的很，怎么说呢？这个和真的是一个特别的地方，你们不可以。你们不仅可以遇识到好朋友，志合道合的朋友，也可能遇到你们未来的对象。但是这个粉丝好像不在这，他平时可惜了，他平时不怎么看口袋房间，或者是出现在我的直播，就是听我直播啥的。所以想找到他就只能通过联系方式了，不能通过我哟。
工作怎么工作爱情工作对象两不误，好吧，工作对象两不误才是人生赢家。不，你要装工作人你活该单身，你要是工作一辈子，那你跟工作过一辈子去啊，那你还就是找什么对象加什么人家的微信呢，对吧，这得多让人难过啊，你还给人家了一个期待的盼头，然后你现在又不需要工作，你这种人活该单身，真的是。我真的觉得，我觉得有时候就谈恋爱和这个真的两不，只要你有决心是可以把这个事情做好的，而不是说把这个当作借口说我要去赚钱。但你都不谈恋爱，你哪来的钱赚钱干啥呢？养谁呢？养自己吗？啊？对啊，有努力的奋斗才是值得的，懂吧？就是你有个目标，去奋斗，去让生活过得更好，才是有意义的，而不是把工作当作只是一个生存的一个方式。你觉得要是工作就不工作就没钱就不能活下去的话，那工作真的这份工作可能带给你的意义不大。对，哎，所以呢，咱们还是要，虽然就是一边工作，然后一边那个什么挺痛苦的，就是你一边要维系好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又要好好的去应酬什么，的确比较麻烦。但是这个阶段是都是要必须经过的呀，你们得两个人一起去经过，而不是只有你一个人的事情。不要把这件事情当只有你一个人的事情。嗯。哎，反正就祝大家都幸福吧。嗯，但幸福，哎，来自不一样。笑死！谢谢奶茶。有种啊！来，我就是一个有种人。好了，我要关掉了。就祝他们两个有一个，就是那个女孩子，我就是我那个粉丝，我和阿姑约定了说，如果希望有机会能够在广州见到他们两个来见我，来，我是哎，嗯，希望吧，美好的期望吧，对，嗯嗯，我要关直播了，嗯，拜拜。